面包贝果配拿铁。首先我们先把贝果拿出来，好，放在这边的用意就是准备要蒸。整个要拿到电锅里面去蒸，现在是泡拿铁，我们先把咖啡倒进去。 OK， 然后再把这就是所谓的拿铁，再来就是蒸好的面包，把白的蒸好的，然后配上这一杯拿铁，这是今天的早餐喽。耶耶，早餐。面包、bagel 配拿铁，耶、yeah。